红的代表林与白，全新制作的林白大家安，我是林白，欢迎来到林白 JC。 这个是和玩梦之女巫同一天的牛仔排位视频啊，只是制作的有点迟，是同一天录音同一天上传的视频。好，这里出生在这里，那我就往桥中间的机子去修，但是这里看到相机马上往回走，蹲下躲下蘑菇，蹲下蘑菇，结果等了一段时间没有拍照，那我还是去修机好了，如果他拍照的话再把自己给勾走就好了。好，这里看探员受伤，那就去救援，是在大房的方向，然后跑了出来，他跳下来我就去勾他，如果他没有掉下来在上面被击倒，那就跑来这个路口，这楼梯口，哎，勾一下，然后一个加速跑进大房，这里稍微有点贪，我想要跑上去到那个窗户那里，但是这个距离是来不及的，这个刚刚和他的距离勾这个看探员的时候距离有点近啊，所以来不及。这里放下之后我想要塞门，结果失败了，站的方位不是很好，那他自己要勾出来啊，跑出来了，还有一个预判勾，结果没有勾中，他这里想要出刀打我，那我就来这里走位，让他出刀，多出几刀，拖出一点时间，为了让这个鞭子的 CD 时间结束，然后再一勾，一个加速跑上去，那这个距离是足够了，然后这里跳下去就能再继续溜好一段时间，这里跳上去往后面走，结果这个勘探员自己走了下来，我是非常讨厌这种的。好，他这里跳下来了，很可能会找我，所以我就往这个后面走，结果他去找这个勘探员，那我再继续跟上。后来这里我想来一个隔岸勾，很明显是不行的，可能距离有点太远了，如果是蓝山旁边的话应该是可以的。好，这里上椅子，我就在这里修，然后炸了一下机子，这里他在旁边了，所以注意一下，他过来的话附近是还没有板子这些的，所以非常的危险，还是警戒一下。好，这里还拍了一张照，那我要过去救人，要翻过他，这里我往后退来继续瞄准他，为了就是把这个翻越的距离拉远，翻越的距离多一点，这样就可以快一点靠近这个勘探员，把勘探员救下，然后这个勘探员用一个香刺把我给弹走，把自己撞到墙上了，那他这里倒下了，我还是回去修机，现在鞭子已经没了，没有办法。但是非常奇怪的，他居然跑进去把这个勘探员的镜像打倒，你在现实中不是把他打倒了吗？就幸运而过来，没有必要，他过去修机反而是更好的。好，他把这个勘探员摸起来，我这个镜像又被打倒了，然后镜像结束，还剩下四分之一血，附近没有交互点啊，想要来一个走位，拖了一点点的时间还是倒下了，翻不过这窗户啊。然后这个勘探员已经倒了，这他不挂这个勘探员真的非常的奇怪，或许是我太强了。好，这里他跑了去后面，幸而趁机直接把我给救下来，那他要追这个勘探员，我们现在剩下这台机子和六炼师一起修，讲究。好，全部人一起压一台机，结果他们直接就开机了，没有办法，队友就是这样直接往大门跑，然后旁边有个箱子先翻一翻，他手上有枪哦，这个箱子就是我的。现在入殓师被打倒，然后挂上椅子，搏命从大房走出来。他这里哎，传送声，马上往回走，然后找到机会，再来这个大门小门，来把这个门给开了，然后出去。现在打镜像，这个操作有点想不通。约瑟夫这个时候打镜像没有什么作用啊。如果这个镜像还没结束，直接开门就跑了，那这局就胜了呀。然后这里赛后看一下，勘探员正在往大门跑，入殓师正在开门，然后直接就开到门，完成四跑。这个约瑟夫不知道去哪了，他玩的也是有点问题啊。好，这期视频就到这里。